只有高到低吗？那叫墨镜啊那个拍照啊，可以让别人在里面。就拍在那边，它就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呗，就你没拍的可以在那边，应该是可以啊。我不知道，上次是这样，上次只是那个下去拍到那个楼梯那边小的靠背，这次是一他样真的的地是方吗？利用那个这次是不一样，我不知道这次是怎样，这是上楼啊？我看到那个这什次么要上楼花絮还是什么超级小的，对没？他花絮那超小，小的靠他背。那个楼梯超级小，超好笑的。这次应该会大一点吧？这次还要上楼上次是下楼下一个半层楼吧，就一个，地下室没。对，就一个小转弯的楼梯，然后下去一下就到了，然后下去第一个签名，然后旁边就在拍照，然后往更里面走就是拍那梗图的，他会以强迫前。你拍梗图，会，对啊，那时候就是啊，这次不知道会不会，应该会吧。定会的。他有强迫的，强迫执行。而且他还我不知道，上次是我们他叫我们选梗图，可是我们不知道拍什么，然后他就帮随便瞎鸡巴帮我们乱选，然后都选靠北的，我又以为很那难个梗拍图的，是他自己偷拍，然后自己想出来。没有偷拍，他搞那种客制化。对。要斜卡。我明天想请假，我现在眼睛真的好痛。去呢？但我家人会觉得我在装死。嘿嘿，我现在眼球真的好痛装死！我是你家人，我也会觉得你在装死，干因为你！现在还在玩游戏。就决定是这里。玩 的算那个，可以带 QQ 球上来吗？算了。然后在 QQ 球上嘞，炸到学城了，QQ 球是什么？炸汤圆抓吗球那不夜？QQ 市那蛋吧，QQ 靠吗？北，地瓜球啦，我都叫 QQ 球啊。快要北部，QQ 球就是地瓜球，我两知队道啊，八支，北部都讲地瓜球。哦，北中南两差异，队八支。长一个。尖端单排，长二一个，长一个，你们是两队吗？对啊，两队八支。要逼我哦，真的很痛哦，算了，我闭一只尖眼端睛跟好哪了。儿啊？我记得单排的独栋或是第一栋可能也有。二段，